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三民区镇心里的建民公园，过去都是由养工处的外包厂商负责环境整理，因为经常遭到里民诟病，因此里长收回，由里内志工负责清扫，一前一后宛如天壤之别。如今建民公园花草扶疏，蝴蝶翩翩起舞，里民感谢里长的用心，而里长则把功劳归功于志工的付出。走进三民区的建民公园，一定会被翩翩飞舞的蝴蝶给深深吸引。过去这里到处都是垃圾、落叶跟狗狗粪便，但自从收回交给志工排班打扫之后，整个公园焕然一新，绿意盎然。跟养工处争取把它收回来，我们自己用我们的里班库来做认养的动作。我们有编一个公园班，公园班我们大概有12位左右，然后他们会去轮流去轮班，然后每天早上一大早都大概5点多6点多，我们都有志工。他们是会自动排班出来扫整个的公园的那个区域环境。里长说，比较先前公园委托包商整理的场景，跟现在简直是判若两样。尽管平常天的上午，建民公园里依旧人潮多，引发长辈树下乘凉，妈妈带着幼童开心玩着游戏器材，真的很惬意。都靠进步啊，靠有咧整理啊，靠有人，这即摆靠有人带出来一挂阿桑出来才济啊。阿桑该做垃圾诶。较早较无咧整理，啊，即摆较有人咧来，嘿。较足济啦，无蚊啊，较少，啊，搁清气秀，你看嘛，拢椅啊足济，因咧老人坐较舒服，啊，伊早是较闷，较无遐亲切，安尼尔无，啊嘛无遐惊，遐清气。嘿，很漂亮啊，搁足清气个，啊，即摆人啊，空狗出来人哦，大家拢带一个褥啊、底塞啊，较袂臭味啊，啊，较早无啊。目前每天都会安排志工轮流打扫公园，从除草、洒水到捡拾垃圾，志工各司其职。里民肯定里长将公园整理得美轮美奂，尤其是狗狗粪便，现在公园里几乎看不到了。以前哈，处处是垃圾，然后到处是黄金，哦，很多狗大便，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嘛哈，这个地方哈有鹅卵石的步道嘛哈，里面几乎不敢进去。然后我去年一整年当中，我跟我的志工有没有，我们都去用夹子、用塑胶袋把那个狗大便有没有，一坨一坨的把它夹起来，然后再当成那个堆肥埋到土里面。然后我再做了很多的一个警告的一个看板。里长说，不论是早上或下午，建民公园里散步休闲的民众总是络绎不绝。他很高兴当初做了把公园收回自行打扫的决定。才能够让里民多了一个亲近绿草大树的空间。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还记得不久之前高雄市长青学院举办的镇港铁人比赛吗？在长青学院的安排之下，6位镇港铁人大秀才艺给长照中心的长辈们欣赏。尽管长照长辈行动不便，但是看到镇港铁人精彩演出，也不时鼓掌肯定。而对于自己能够将才艺展现给长照中心的长辈面前，镇港铁人个个都感到开心不已。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是水龙头、牙膏或是百元钞票，只要落在镇港铁人张山田的手里，马上变成乐器发出声响。这项绝活让台下的长辈看了掌声叫好。不只是嘴上功夫一把照，将锅盖当成乐器自弹自唱，对张山田来说也是一盘小菜。长青学院日前举办镇港铁人选拔，选出多位身怀才艺的长辈，而为了推广终身学习，特别邀请长照机构的长辈前来欣赏。尽管他们行动不便，但是看着镇港铁人的精彩演出，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开心的笑容。长照中心的长辈来到我们长青学院，希望他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希望今天就是带给他们有一日学习的这个经验，那由我们的铁人们来为他们做一些服务，那达到说这个
老吾老及人之老的这个精神，也是我们大手牵大手最主要的目的。戏中何时仙儿来临？有机会在长辈面前表演，正昂铁人也感到很开心，认为这样的互动能够让长照长辈们心情开朗。青菜物件拢甲研究啊，甲伊安尼研究开都会使都感觉袂歹啊，都表演互看安尼吼，啊有人看当然快乐啦，嘿，啊互大家看啊，感觉真稀奇，真大家欢喜，真快乐安尼。给他们一线的希望跟兴趣，那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表演呢，激起他们，哎，觉得人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像我们也可以，他也可以，哎，表演啦或唱歌啦。长青学院将一连四周举办正昂铁人表演活动，邀请长照长辈走出机构，除了鼓励正昂铁人大方展现才艺之外，也希望正向鼓励行动不便的老人家，用快乐的心情迎接每一天。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目前正在展出彩绘希望比赛的得奖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癌症病友克服病痛所绘制完成的。透过作画，癌友们成功转移注意力，度过难熬的治疗期。主办单位欢迎民众踊跃的参观，了解他们是如何突破难关，进而追求人生美好的事物。名为彩绘希望的绘画比赛是针对癌症病友及家属与医疗团队所举办的，2006开办至今已经是第六届了。这次得奖作品相当优异，巡回展即日起将在高一启川大楼展出。这一届有139件的作品参赛，一共选出了29件。那作品里面包括了有医疗组、病人组、亲友组，还有儿童特别组。那鼓励他们都借由画笔去抒发他们面对癌症的态度。有些人的作品是呈现了阳光正向面对，那也有些人的作品他可能情绪还在沮丧中、悲伤中、愤怒中。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他们借由这个画笔能抒发他们的情绪，正向的面对癌症。执行长表示，在推广癌症筛检过程中，医疗团队面对的是民众常常以没时间或无症状拒绝进一步确诊，因而错过黄金治疗期。这幅《枯木逢春》获得癌友组佳作，创作者王树德就是靠着画画成功转移注意力，度过痛苦无趣的治疗期。可以转移注意力了，哦，还有那个些就是因为。作画的话就比较有思想啊，就比较不会去乱胡思乱想啊，就有点那个就是要坚持啊，比较坚持一点啊。得奖画作中有的鲜艳奔放，也有的沉稳内敛，每一幅都代表当时癌症病友的心境。王树德以过来人的身份鼓励癌友，只要心态正确，任何难关都可以突破。最主要就是讲那个心态啦，就讲，喜欢本身的职业了，也是本身的职业啊。然后就是画这幅画，我也觉得很有意义了。就讲有时候鼓励一些病友们，哦，啊，我中治疗好的时候，不是说治疗好，但治疗效果比较好的时候，啊就乐观一点。然后就给他们就有这种向上的心啊，就像好像枯木逢春一种心态啦，一种心情。这次展出作品共有29幅，主办单位希望借由绘画培养兴趣，进而给予动力和目标，去追求人生更美好的事物。社区好新闻，潘志光采访报道。你有多久没有听广播了呢？市府新闻局将在11月12号举办第一届的高雄广播节，希望民众重新认识广播，也让广播找到新时代的角色。而暖身活动从即日起开始，邀请民众上网投票，票选最佳节目和主持人，以及电台台呼和 logo。高雄有16家广播电台，平时大家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再加上网络媒体发达，那种守着收音机听台风消息和转播棒球的记忆不在。为了唤起大家对广播的热情，市府新闻局特别举办第一届高雄广播节。长期以来，我们都会觉得说
广播这样的一个媒体，在我们现在一个电子媒体跟网络媒体非常兴盛的时代，它是不是慢慢的会失去它的角色呢？我们认为不是的，正好是透过我们的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让我们大家能够重新燃起对广播的热情，然后在未来时代找到这些角色。暖场活动的网络票选10月12号凌晨零点登场，各电台精锐进出，推出台内优质的节目和主持人参赛。民众可以从35个节目中票选5大类的最佳节目和主持人，以及从11家电台中选出最佳台呼和 logo。我们10月12号晚上0时正式开始起跑，就大家都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参与我们的网络投票。这一次我们高雄广播节的网络投票，一共有11家电台、35个节目一起来参加，角逐我们7大项的网络票选。那参加的民众呢，我们也可以有变形平板啊，也有我们的平板电脑，还有我们的礼券等等的各种抽奖的奖项。为了让广播不只可以听也可以看，11月12号的主活动有电台摊位参展、DJ Live Show 和广播明日之星选拔等等，让民众天马行空玩广播。里面还有各式有趣的活动，包括我们的现场的 DJ 的 Live Show， 然后呢也有我是 DJ 的这样体验的活动等等的。那欢迎民众到时候来热情的参加我们广播节的博览会活动，也热情的参与我们网络的投票，也让我们广播这个媒体在未来能够重新的受到重视，在新的时代里面找到自己的角色。高雄广播节网络票选从10月12号凌晨0点到11月6号晚上10点为止，抽奖名单由电脑程式随机抽出，预计11月11号公布在活动官网，民众参与票选就可以参加抽奖，每项每日限投一票。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我是新兴区人生里里长萧玉祥，在这里向你诚挚推荐社区好新闻，没有谩骂，只有关怀，没有耸动，只有温馨，欢迎全家大小一块来收看庆联港都社区好新闻。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的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幸福高雄乐台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由庆联港都有线电视举办的复科金曲音乐会，首场在文化中心圆形广场热闹登场，由星光帮歌手以及多位 POP 唱将同台飙歌，周边的活动则安排了怀旧铜腕、限量美食，提供民众排队索取，而数位化摊位同时宣导民众身装数位机上盒，让民众度过一个丰富开心的夜晚。复科金曲音乐会准时登场，文化中心圆形广场早已坐满民众，就是想重温昔日老歌的无穷魅力。满月高挂在天上，月光底下搭配老歌旋律，观众是听得如痴如醉，受邀来宾也被歌声一一打动。这些老歌都能够勾起我们的回忆，我每一首都会唱，我都有跟着唱哦。对啊，而且你们 这些歌手都唱得很棒，觉得你们很用心在找一些高雄在地的歌手来表演给我们这些市民来看的话，来听这些演唱会，
感觉非常舒服。回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透过音乐，透过旋律，让我们每天这样开开心心是非常好的事情，好幸福啊！学生时代很多的一个金曲的歌曲哈，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晚会，能够回到我们70年代、60年代学生那个时代，让我们勾起到年轻的时代，真的是太棒太棒了！感谢庆年人为我们在地乡民做了这么多的公益。议员吴益政还在现场脸书直播，将音乐会精彩画面传送给莲友，因为里头有许多经典歌曲，让他充满了回忆。黄小琥唱的那首在夜店很有名的叫做不只是朋友啊，其实那首歌是我在已经婚姻一段时间了，反而可以用这首歌在人家婚礼的时候跟他分享，就这是难忘的夜里，而且今天又这么好的天气，又是月圆时候，真的是很棒。希望下一场哦能够到那个拉巴队哦，能够更多市民来参加。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想要那么一点点自私的占有。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回馈在地，继去年草地音乐会之后，今年再次举办复刻金曲音乐会，期待透过音乐的感染力，拟平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拉近世代之间的距离。每一首歌曲都有满满的回忆，那有些歌曲其实听了之后，真的眼眶有一点会泛红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跟市民可以一起共享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庆年港都有线电视，我们会继续努力，那把更好的东西呈现给市民朋友们。不仅老歌好听，活动周边也安排许多好康摊位，包括数位机上盒推广服务、怀旧童玩、限量美食索取等等，都让民众玩得尽兴，吃得开心。其中庆年港都 VIP 的独享好礼，更是吸引收视户大排长龙等着抢。首场复刻金曲音乐会圆满落幕，错过的民众绝对要把握下个月12号在奥兹里森林公园举办的第二场音乐会。青年港都有线电视竭诚欢迎所有的市民走出户外，听老歌，玩童玩，享受属于大家的秋日音乐飨宴。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首场复刻音乐会2个多小时的演唱内容毫无冷场，从70年代的怀旧金曲一路唱到90年代的经典好歌，每首曲子都打动现场观众的心，仿佛走进时光隧道，回忆起年轻往事。接下来我们透过剪辑带你一起重温这场音乐会的精彩画面。星光帮冠军歌手孙自佑一首《青梅竹马》，将现场观众带回90年代，充满回忆的那段日子。幻想是林黛玉爱着贾宝玉，或是牛郎织女约在七夕。而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同样的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永远不回头》，时隔多年再度回味，也让人听得热血沸腾。永远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忧伤和寂寞，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复刻金曲音乐会，好歌一首首，怕不唱将更是轮番同台飙歌，让人大呼过瘾。偶然相逢，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陪着我度过两生的情。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的烧香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凶我最细麦格瓦，我无罪我无罪无罪，请你不免同情我，就那路后听你心肝。
老歌不分国语、台语及英语歌曲，从七零年代一路唱到九零年代，动人的歌词旋律不仅听得如痴如醉，也勾起观众们内心的悸动。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我站在高高小天柱啊，大雨天雷破海茫茫，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Sailor, sailor, can't you see we got everything going on and on and on? Every time you go away, you take a piece of me.两个小时的精彩演唱，在歌曲《小丑》中画下圆满句点。小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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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经典老歌历久不衰，尽管跨越了时空，一样打动人心。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青莲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10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25，适合祭祀、沐浴、解除、破屋，不适合开市、嫁娶。冲狗煞南方，23岁和83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明天再会。
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这几年来会安尼做，是希望会当传承落去。这个牛线表现出来，唔干那是力量，嘛有真水的表达，予咱尊师重道，搭礼仪理念体。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二号，开。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当教练之后，我常告诉小球员们，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每日透早，阮拢是准时出发，不管日时也是暗暝，不管寒天也是热天。